气哥拍全体网友飙，怕好戏啦！哇，这位霸气外露的，想必就是江湖人称霸气哥的高人。哎，你这姿势是在干嘛？你，霸气哥竟然在捷运众目睽睽之下，光明正大拍全体风光，恶心！干好贱哦，怕好戏啦！拍完之后，霸气哥还当场查看画面。还好坐在斜前方的正义姐出现。我录完正要跟这个女生说的时候，然后就已经有人跟受害者讲，我就传完影片给她之后，她就跟那男生说叫她跟她去备案。霸气哥不但一点也不霸气，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敢穿着霸气，结果赶来处理的家属说霸气哥领有身心障碍手册，被害者妹知道了以后也决定撤告。邓新闻，霸气用错地方，报道。